是用错来报你来报你父母丹感情在生，血在血，如今我甲父母丹，双人情感至深，我无可能牡丹到在后宫里去。董斌，听爷哥建议，赶紧清醒啊！这是万岁爷挑选的军妃，你不可私占了他，你敢知因为你大哥害了你家丁丁儿三百六十一口，比金天高，就是不能带回父母丹。穷家所有家人全部有罪啊！大哥，你莫逼我，咱二家为着伊江山，忠心耿耿，我今天无可能牡丹回转后宫底。李东北，你太糊涂了，我为家人无为你生病，都不生。
水上牡丹香我牡丹无愧的行李你该死你会死演出时，先不杀了你，让你离开，回转京城，送回娘娘，再用万岁爷圣旨。